机前面朋友们、观众，大家好！你今天疯了吗？马里马里马沙路，你红你闪，乌你呐！我是来自高雄纳玛夏以及屏东牡丹乡的沙里瓦勒老师。今天我们来欢迎我们最美丽的助教，呜！耶！我叫莫伊，我是来自花莲玉里乐和哈拉湾部落。哦，来，我们欢迎我们很帅气的男助教丹丹。耶嘞！我告诉啦，我是来自桃园复兴区的泰雅族，我叫给树。哇！嗨，欢迎。好的，我们呢现在开始先暖身哦，暖身非常重要，在运动之前。那今天老师带来的暖身是属于下半身的，所以如果朋友们你下半身不方便的，就不要勉强，没有关系哦，你可以跟着我们一起上半身快乐的互动。好，那我们老师音乐起。玛雅萨阿玛雅，用爱独尊尊一抓加阿巴拉。玛雅萨阿玛雅，我们往右打哦，停一下，不要动哦，因为肩颈是非常要注意的地方哦。换边起，换另外一边，停住就好了。有时候动作停住，它就在暖身了。再一次右边，很好。有时候是拉一拉而已哦，所以你千万不要一直大动作，会扭伤哦。好，注意一下。好，脖子完毕之后，我们就是肩膀的动作，五六上下就好了。一、二，脚开一点，三、四，耸肩一点点，六、七、八，再快一点点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二。膝盖不好的没关系，你就肩膀就好了。好，屁股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。2 2 3 4，好，叉腰，右边倒，1 2 3 4 5 6 7 8，2 2 3 4，手打平，打平，好，往右抱，停住是很重要的一个动作哦，千万不要小看这个动作。好，换另外一边，打平，嘿。再扭屁股一次走，嘿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，膝盖一点点弯就好了。如果你膝盖不好，但是如果你膝盖很好，呜，可以，呜，嘿，怎么？对，音乐可以，加油，嘿，好，很好，再一次踏并。是，好，我们要慢慢的下来了哈，可以的话我们就要慢慢，如果你膝盖不好没有关系，我们下去蹲蹲，好，起来，再一次，再一次蹲，轻轻的就好了，好，蹲蹲，好，蹲蹲哦，最后我们要下去了，好，一只腿，你拿一只腿方便下去，然后请注意膝盖尽量不要超过脚尖的方向，好，停住，好，我们一位撑地，一位，我现在所做的动作是有点难度的哦，所以如果你状况不好千万不要做，好，再过去一位撑地，慢慢的，哦，好，我们现在往右倒，膝盖不要超过脚尖的方向，膝盖不可以，千万不可以超过脚尖的方向哦，哦 OK， 好，我们身体下去，你可以的再做，不可以的千万不要做哦， hold 住，然后也是一样，膝盖不可以超过脚尖的方向，好，我们起身，然后转回来，另外一边，慢慢的，慢慢的，不急，好，因为老师常常运动哈，好，来转身，你的双手一定要辅助，来，一样，左边的膝盖不要超过脚尖的方向哦 ，hold 住，好，回到位置，好，慢慢的踏并脚，
慢慢的，慢慢的，你可以就好了，你可以做。老师现在所做的动作是非常非常的小心。踏并。好，加扭屁股，一、二、三，加肩膀。因为原住民很多舞蹈动作是下半身，所以其实我真正的暖身很重视是下半身。只是因为我怕电视机朋友们很多可能比较不是很专业的，所以我不敢很多动作。加手。好，缓和，缓和，可以，画一圈，再一次画一圈，五六，再一次抱抱腰，好，换左边。好好，再踏并，好好好，再一次扭臀部，因为我的下半身舞蹈动作律动很大哦。嘿，二三四五六七，八，很好，拍手。二三四五六七，很好，哇，你们做得好棒哦，谢谢你们，暖身很重要哦。好，那么让我们休息一下，喝口水。我们马上回来。五六七，嘿！去山上工作，嘿，屁股折。右画 ，A 五六七，走，屁股走，可爱的路线，走 ，N 五六七，工作一定要带刀子，对不对？所以镰刀很重要哦。抬起来，有土石流在地上，嘿，右，嘿，左，嘿，右，走，左，走，五六七，挥手，右点点，左点点。
什么呢？第一个动作是，很好，所以我们一起做，走，一、三、四、五、右，再次上下右左拍右拍左上下右左拍右拍左，会不会？你做得很漂亮。我们第二个动作是什么呢？右左右左右左，再一次，右左右。我们要八股的爬山，因为怕那个山猪知道我们。好，往右画，往左画 ，N 五六，蹲跳起来有图示了，可以吗？右左蹲跳，左右蹲跳，右 A 左 A 五六七 M 八，哇，你做的好棒！接下来干嘛？我们去山上干嘛？带镰刀，五走，三，嘿，五。很好，往后，往后，嘿，六，再一次，再一次，一，好，好棒，三，四，五，好有，很棒，很棒，跳起来，往后，往后 ，N， 六，去山上，那我每一天被山猪打猎，很好，所以我们再讲一次，第一个动作是什么？我们第二个动作是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再一次五六七走。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很好。我们第二个动作是什么呢？屁股往后。好，五六七，屁股推。一二三，呼，更可以。六七，嘿，往后，往后，脚抬。一二三，镰刀，镰刀，镰刀，很好。镰刀，往后。一，很好。三 ，n， 五六七，抬。没错，好。老师他我老师我编了这些比较创作的叫做当代的原住民的律动乐舞，好，好，我们接下来动作是什么呢？左手，右手，没关系，左手转圈圈，很好，左手，右手转圈圈，好，很好。我们在右手的时候，左手，我们先出右手的时候，我们就转右转，有没有？我们说左手的时候，右手我们就往左转。是的，我们这个动作再做两组一次，五六七，嘿，一，左转转，嘿，左右，嘿，转，很好。像老师我刚刚没有转，因为像有些人下半身可能不是很顺畅，所以我就不转。他们年轻人转没有关系，好，没有关系。我们熟女们，美丽最美丽的熟女们，没有关系。上半身美就好了，下半身就给年轻人转 ，OK。好，接下来是什么动作？接下来，男生是挥，哇，挥挥。好，孩子，请在节拍上，五六七走，蹲二三这，五六七八，一二三四，好，帮我补脚，上半身，好，轻轻的下半身就，五六七 and 八 and 一。好，有没有就是青壮年？有没有就是永远最帅的青壮年？可以，就是抹手就可以了哈。好，给他掌声鼓励。好，我们的女生的动作是什么呢？采茶，来，五六七 and 八 and 五，非常柔美，有没有？有没有？哦，电视机观众朋友们，太美了，我的这个学生，知道吗？怎么可以比老师美呢 ？OK， 就是要这样子，很漂亮。好，我们下一个动作是什么？我们下一个动作是又回到第一个，好，对，是的，没错，感谢天神赐予我们非常美丽的大自然，好，所以我这个是有一点祝福跟祈福的动作哦，好，所以我们的动作有哪些？第一个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，二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，第三个动，第二个动作，第二个动作，走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。五六七挥手，二二三四，直接镰刀咯，走，一二三四 ，n 五六七八 ，n 二二三四 ，n 五六，接下来挥手，年轻人转，我们手拿手女没关系，二三四，如果你不承认，你就转吧，呼，腰转，嘿，我不承认，耶，左手。右手，我不承认。好，可以，很好。接下来什么动作呢？
挥 ，and 四，挥，女三，柔美，很好，非常非常好。接下来呢？接下来就是回到我们的最后 ending， okay, 最后的 ending 是划船哦，划船很重要。现在很多的原住民哦的那些青年还有壮年哦，他们都在划船哦，就是划龙舟，所以很重要。五六七 and 八 and 一二三拍，我们要为他们掌声鼓励。就算我们没有划船，他们也是需要啦啦队，就是我们。其实他们在划船的时候，我们在旁边跳这个舞蹈，哦，帮我们加分。很好，接下来是什么孩子？五六七，拍手，拍拍，第一名，拍拍，第一名，这样子可以吗？就是要这样子。好，所以长辈们，这些舞蹈动作对你们如果来讲很难的话，就轻轻做；如果你可以跟得上的话，我们就跟着我们一起动哦。最后的 ending pose， 老师很喜欢挥手，请弓箭步，因为老师是很喜欢挥手，很喜欢 shiny 的感觉。Shining, OK， 这是 ending pose。所以这些舞蹈动作呢，有很多的原住民很多下半身的舞蹈。所以我在暖身跟舞蹈动作讲解，很要注意的是小心你的踏点踏，不要受伤喽。好，踏点踏，以及膝盖的蹲，是很容易长久跳长久的时候会有压力的。所以呢，为什么今天老师要穿鞋子？有时候我们原住民在跳舞的时候常常打赤脚。长久下来会受伤，所以你平常练舞还是穿个有弹性的球鞋，好，因为我们很多这种踏点踏会伤到你，可能你觉得你年轻，可是你之后会有很多的运动伤害，就像老师一样，不能常常跳舞了，因为有年轻的时候没有注意到脚的部分，好，所以有时候穿鞋子跳舞是好事哦。好，今天你可以跟我们一起表演吗？我们请老师音乐走。
水，马上回来。